Hello， 大家好，首先代表 Scarborough 約區華商會歡迎各界嘅新聞界同埋傳媒嘅好友嚟臨參加我哋呢個記者會，亦都多謝各位嘅贊助商同埋所有嘅 Scarborough 約區華商會嘅會董。咁首先咧，我介紹在 table 各位嘅嘉賓同埋會董啦。咁首先就係喺中間呢一位係黎建輝會長，請俾你掌聲。 亦都有多倫多警務處嘅警長魏遠健警長 Raymond Neal， 咁仲有咧就係多倫多警務處嘅招募組警官黃振文警官，同埋多倫多華商會嘅副會長 Anna Yip， 咁亦都有我隔離嘅多倫多嘅。 好多人認識嘅熱心社區人士啊 ，Tony Wu 係華商會嘅助理副會長。我自我介紹，我係 Andy Lui 呂益輝，係 Scarborough 約區華商會嘅副會長，同埋今次活動嘅籌委會主席。非常多謝。首先我哋請會長黎建輝幫你講幾句嘢。各位好嚇，今日咧就。 我哋商會能夠可以去喺呢個4月23號咧，能夠去舉辦呢一個咁有意義嘅一個 event 咧，我哋好樂意，因為我哋商會係作為一個華人一個地區性嘅一個團體一個商會咧，係我哋係好樂於咧能夠咧將商界同呢啲政 警戒嗰方面咧，能夠多啲聯繫，能夠大家互相咧作多一啲嘅溝通嘅渠道咧，呢個係我哋商會嘅一個基本嘅其中嘅一個宗旨。